接下来我们看范例11 log 以三分之一为底， log 以二为底， x 的对数大于一。好，那这个题目也是一样，它是双重的为底，可能还有三重、很多重都可以。这种题目怎么办？好，第一个想办法对数不等式、对数方程式，想办法把底画成一样。那这个一没有底，所以把它换成谁 ？log 以三分之一为底的三分之一，非常好。好，这里最外层要跟它底一样。好，那如果底一样，这两个底一样就可以消掉。但是因为三分之一小一，那所以你的不等式要怎么样？要变号，所以本来大于要变成小，所以你的这个 log 以二为底的 x 是跟这个三分之一来比，本来它大于你要改成小。那可是这本身就是一个什么增数？增数还要怎么样？大于零，所以这个不要忘记哦，所以要大于零的，要大于零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说要把底再画成一样，那这个也是以 log 以二为底，请问这个要变成什么？你的三分之一要写成什么 ？log 以二为底多少？二的三分之一次方，非常好。好，三分之一就是。二的三分之一次方比二为底的话，这两个消掉还是三分之一，这样会吗？好，那还有一个数，这个零也要哦，零也要换成以谁？以三分之一为底。那零是以三分之一为底多少的对数？多少？一，非常好。三分之一的零次方等于一，对吧？或者你这里写三分之一的零次方，那三分之一的零次方就是一啦。好，那因为你这个是不是三分之一，写错了。我们现在都要换成以二为底，好，以二为底，好，二的零次方等于一，好，二的零次方，好，你这里也可以写二的零次方，好，然后我们只是把这个改写嘛，我都还没有做什么去掉底啊，加上底都没有，好，所以不等式的符号还是会照样的，还是没有改变。那接下来我就要把底去掉喽，把这个二的底去掉的话，因为二大于一，所以不等式要不要变号？不用，那你就把这些底都去掉，都去掉会得到什么事？一要小于 x， 要小于二的三分之一次方。什么叫二的三分之一次方？就是二开三次，好，就二开三次，三次根号二，对啊。那还有，这本身是一个增数，增数要大于零，可是这本身就已经大于一了，大于一就一定大于零了，所以就不用再写大于零了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，我再看一下。